深圳沙井万景楼新桥市民广场，轻松漫步半天游。沙井铁路站西出口，古镇新运自造新桥，绿尾新桥。停了很多电动摩托车，差不多整个深圳地铁站都有这个这样的情况。明源路先在这间老上海云吞吃了一碗手包云吞，行去新桥中心公园，沙井新沙路和中心路的交汇处，去参观位于沙井市区中心的万景楼，由园区北面福镇门入去。这间就叫济民堂，在文堂里面一位画家在这里画画，火明代城墙和苏州园林的古风建筑，苏州式的九曲回廊，上去万景楼参观，整个园区的庭园、荷花池、小桥流水、观音像、月老庙进入眼底。冬日枯萎的荷花，礼让谦言牌匾下面的仿圆明院十二生肖雕像，广场中央的立石刻上万景园的题字，太极拳、八卦阵图和老子像。过对面马路去参观沙井市民广场，原建于2000年，2017年改名为新桥市民广场，埋起成而家咁嘅样，1:1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钟楼正点致命嘅钟声响彻云霄。分设中心入口区、中心广场区、中洲文化活动公园区三个区域，遮棚圆形表演大舞台和椭圆形的中央广场，欧式古典风格的半弧形228条罗马柱的长廊和喷水池，长廊、露天阶梯、剧场都是拍摄裸景的绝佳的好地方。
大氣磅礴的歐洲宮殿長廊和羅馬古希臘雕塑栩栩如生。愛神維納斯，戰神阿瑞斯，奧林匹克十二主神之一的雅典娜，義大利聖馬可四立方體塔式鐘樓，南面出入口的弧形拱門和歐式噴水池，離開新橋廣場轉去形式城購物廣場，多層購物中心包括食街、超市、各式各樣的商鋪，人流不多，變得有點冷清。天氣轉冷，拎出嚟睇嘅都係冬季衣物。在新橋廣場南門離開，經遙豐路行人天橋去天虹商場，這個商場就比較有人氣，但是仍然覺得有點冷清。中午就嚟到呢間肥佬客家燒鵝餐廳食嘢，叫咗一個128元嘅二人套餐，燒味雙拼，燉湯、時菜、滷蛋同埋白飯。餐廳加了外賣平台、餓了麼、美團，離開肥佬燒鵝餐廳去坐公車去清平故墟，天虹商場和形式購物廣場的路口，去新橋廣場南巴士站坐車去清平故墟。